前这个料只能换一套房，那现在呢？十套房，那是涨了，房价跌了。今天带你们看点不一样的，让你睡不着的那一种。哎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天啊！你们一直要跟我说要网图那种冰种的洋芋，今天它来了，真正达到冰种的洋芋。这个水头水汪汪，色又特别正，正宗的洋芋，你看看吗？全部放在水路上了，冰种的情况下还能保住这个洋绿色，是牛逼中的牛逼。你看旁边这个蛋，这个蛋呢在小县城里面也能换一套小小的。这个是大货头，那这个呢，一口那种金丝洋绿进去，妈呀，那简直就是那种微沙子白月光，好美啊！这个做圆条太好看了。哇，我好想看起货啊！不是开玩笑吧？你自己来过来看看这个价格表，这是北京一套四合院哦。我天娘啊！又吓得流汗。又不是我一个人想看，姐姐们也想看啊。二号我不敢起，我们起一号吧，我也想看，走。姐妹们，我偷偷起了二号，你们觉得美不美啊？人一